啊，就是其实，让我好好讲完吧，让我好好讲完。其实，我们吵架的是假象。那是因为我们太爱对方了，所以看到对方那个可能有一点不正常，所以才会吵架。不然，其实我们感情真的很好，对吧？就是在我高中生活有他们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对。好，换我，就简简单单的，就一句话。不是，我真的很爱你们，还有你们，还有天马的大家。然后我希望我们以后还有更多时间这样聚在一起。我不知道讲什么。鸡鸡。等一下，我要送一个，送礼物给那个就是十二杠的一个人啊。两个人。好，就这样。嗨。好，对。谢谢他们一个人这样从学员到现在，他们大家都是在一起的，这样互相支持加油。然后如果没有他们十一个，也没有现在27期的天马。谢谢大家。我虽然都没有看过，但是有十一杠陪我，有十一杠陪我。这点高等都是死，这点高等都是死。哎，都也没争吵，但是就是有化解那个危机吧，对，化解危机。好，应该没了，谢谢大家。虽然我是从他们上战后一半我才回来啦，我以为我回来之后他们争吵会变少，就变多。这不是问题嘛？这不是问题吧？跟他们一起，现在办完了，希望以后还有办法跟他们继续一起做事。你结尾要讲久一点。大概要5分钟。我要讲5分钟。对，我要讲5分钟。我想说的是，我只是想说，谢谢大家。终于我解开了。三个
真的很感谢大家留到最后的话。那其实我也很感谢二期啊，然后很感谢学校给的这个机会，然后让我跟天马有这样的缘分。其实我本来以为我可能待一年就要走了，结果就一直不知不觉就待了那么多年。当然要感谢很多啊，像一些学长学姐啊，愿意来支持。那小汪，小汪在哪里？要不是小汪，其实哦，你们应该感谢小汪，小汪让我感动。我心里哦，就是一种很不服输的人。他做到什么，我一定要做到加倍。对，他请你们吃什么，我就请你更多的。我开玩笑。好，我开玩笑。但是小汪的确的，因为小汪一个学生哦，他都已经那么久了，然后为社团付出那么多，其实他让我看到社团的另外一面。那我也希望社团可以支持下去，那都要感谢这群人，都要感谢你们，还要感谢二五的所有，二六在哪里？二四嘞？草地啊！好，我们就是办个二四都没有出去玩的，是不是？好，二三二。其实太多了，其实社团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有时候你们看到大家这样聚在一起，它是一种互相陪伴和支持的力量。所以说其实我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受到很多的支持，那我也想到他们对我做的感谢，或者是对我做的影片，那都是一种很温暖很温馨的感觉。所以我也要好好的谢谢二期，谢谢你。对，希望我们天马真的这样接一接的，然后越走越快乐，但是要分寸啊，很有分寸的，然后往前越走越好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是不是？差不多了，你够干了，你现在可以。这种事情还要再一次哦，那就明天再办一次了。